见到警方前来救援，一开门，情侣档很不好意思。看个风景，结果被反锁，远景继续追问。原来这对情侣档从台北来到基隆玩，临时起意跑到夜市旁的商办大楼顶楼，结果闹出了乌龙。地点就在基隆夜市里，这栋商办大楼日前两个人搭电梯跑到七楼顶楼，原本想要看夜景，没想到一阵风吹来，两个人就被关在顶楼。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庙口夜市内某商业大楼顶楼有男女受困，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。原警到达现场后，发现是两名年轻情侣从台北来基隆夜市逛街，一时兴起想要一览基隆夜景，走向夜市附近的商业大楼顶楼。到达顶楼后，未将通往顶楼的铁门固定，被风吹后反锁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将铁门开启，引导脱困离去。警方呼吁，当民众遇到紧急状况时，请保持冷静，可拨打110报案专线，请求警方协助。其实所长提醒，像这种推压式的铁门有个卡榫，可以避免被关上时直接被反锁，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放一个门挡，就可以避免发生被反锁的窘境。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。